高校制服，配上超浮夸舞步。拥有百万粉丝的日本女团 Avant Garde 今年4月参加美国达人秀爆红。受邀来台录制除夕特别节目，还在大稻埕大跳波比。No, you need to let it go. Run fast!